好，这个事儿我们说到这儿啊。说到这个太极拳啊，大家都很熟悉。现在生活节奏快，越来越多的人在练习太极拳这个强身健体。今天一场别开生面的红派太极拳啊交流大赛在山东省武术院展开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环球医药杯首届红军生太极拳交流大赛暨山东上武红派太极拳推广中心成立仪式在山东省武术院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太极拳高手在现场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展示。据了解，这次比赛吸引了480多名红派太极拳爱好者报名参加，其中不仅包含国内参赛者，还有来自以色列、智利等世界各国的太极拳爱好者。中国武术博大精深，一定要学好，目的就是在我的国家把太极拳、正式太极拳发扬光大。下午1:30，第一项太极推手比赛正式开始，精彩对决也引来观众们的一阵阵掌声。这个项目呢有600多个项目啊，这个有器械啊，有拳，还有推手，也充分展示我们这个太极拳的这种规模和形式。这么多的太极拳高手前来过招，机会难得，帮办也赶紧向推广中心的老师求教了几招。面向前方，手两手合掌，右手在外，左手在里，右手握拳提膝，左手变掌外缠向下，收至腹前，提膝，正脚打拳，好，很好。非常好。济南市从东向西吧，不出5公里的范围就有一个我们的教学点，我们力争做到能够每一个小区都能够，每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区都能够有我们的一个教学点，普及老百姓的一个全民健身意识。